反手扶着耳机，越唱越陶醉。有全台最美里长称号的陈子瑜，十五号在脸书放上唱歌片段，让粉丝暴动了。歌声情感丰沛，陈子瑜的超甜嗓音让不少粉丝被电晕。他也发文表示，刹那间以为回到大学时在热音社唱歌的时候，也说自己一直很喜欢纯粹唱歌的感觉，直言这一件开心的事情。影片曝光不到24小时就有破万粉丝按赞，网友纷纷留言永福里垃圾车的音乐可以换了，还有人大喊恋爱了，说被歌声融化，还有人意犹未尽敲完点歌乌梅子酱。事实上，陈子瑜先前发放个人限量年历时也曾秀过歌喉，当时写真年历还被抢翻。自从选上里长后人气爆棚，近期就有朋友邀请他到录音工作室参与歌曲录制。事实上，陈子瑜大学时期就是热音社活动长，也是其中一位乐团主唱，这回重拾老本行，再听一次他的动人美声。陈子瑜斜杠秀歌喉，让不少粉丝超买单。最美里长人气选后持续爆棚。三立新闻李文瑜、夏邦明台北采访报道。